朋友们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哦！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的。今天呢，我就骑车去镇上看有买的什么东西，买一点。中午去我干妈家看看她。我前两天练到时候好几天没去他们家吃饭了。来的晚了，本来想买两条猪脚拿过去的。那车丢了，那就买点肉，再买条鱼吧。肉怎么卖？那一十，肉十二。那一条子，你去哪去干了？还有一十，再有一十。没达到的，还没啊？都是一十。那你再达到档次里面来了？猪脚一个都没了吗？不得没了。今天就早一点，今天好多人买猪脚。是啊，今天过节呀、啊。今天过什么节、啊？母亲节、啊。哇，我那个不知道。对，我说可能晚了，可能就晚了。八点了，那就这块挺好的，上面有骨头哎，有排骨哎。要不要排骨啊？你是不是不要排骨了？我不要排骨、啊，那就从这里割一点吧。割多少？割个两斤，两三斤吧。那就拿这个吧。啊，再说，这个好一点。没有，那你给我这里割吧，我感觉这一块好一点。那你呢？这一块什么样的割啊？就这样割下来，这样割可以吗？这是骨头啊，那是这样割啊。那行，这样割也可以。这样割，这一点好一点，这个好一点。这个啊，嗯，好。你开始打。第一次下。好嘛，六个了。阿姨，你不知道今天过节的？我不知道啊。祝你母亲节快乐哈！啊，谢谢。五十七块钱好不好？五十七啊，几斤那个是？四十七啊，五斤。可以可以，加一点往前。五十七啊，可以扫微信不？可以。两个底了。好。哎，我刚才骑车手机放哪里了？刚买了四斤多肉，然后再去买一条鱼。这里有卖鱼的。三斤门口一斤，五袋够了。还有袋怎么炒？好大一条啊！3斤半了，姐。3斤半哦。一斤多少？7块1斤的呢。两个鸡腿汤的呢。两个鸡腿汤的。你下面是3块钱，下面是10啊，这里9块。那帮我挑一条3斤多的吧。我在哪里呢？啊。你三个半小时多少？七块钱吧。我觉得这一条要5斤了都，好吃哈！啊，你这外墙不要磨皮的，啊，还是辛苦的，那个嘛，啊，那是还有铺垫嘛。你要毛吧？你外墙我的眼睛，过来30多块钱，那就这个，那你30多块钱。这个是不是比这个大一些？这个大。这个吧，你那个大的可以吗？你就别杀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干妈杀鱼可厉害了。好的，你。洗的。这多少钱了吧？30块钱。6啊。刚一泡半的也大。30。没有6块，你都找5块了。6了。这不杀的话不便宜一些哦。啊。那我们现在回去了，放在这里他跑了。哦。鸭子吧，那鸭子打死你了。别吸，打你。我买了点肉，买了条鱼。哇，买了一条。今天不是过母亲节吗？哇，奶奶也在。哎，亲。呀，都是都是两百个多的虾，还没事儿，还没虾，还没虾，香锅汤，我不他，我不了，我中午要过去，中午我婶婶去吃酒席了，要去做饭。买的过来的鱼，你家亲娘不得有个那么大的塘，你还买条鱼哦？我干爸不是说那塘里面的鱼还吃不得吗？鱼还太小了。一样，也不是买不多的虾。来自我们家小啊，我不吃，我婶婶她去吃酒席了，我要去做饭。哪里搬去啊？这里过80大寿。新娘也去，新了，也回去走完了。又回去走完，这我们吃完。没事没事，
你们吃饭，我走了，我去了。你阿姨没在家，你们这样可以吗？那个罗勇他们都在，他在家里面。罗勇在，他们都在啊。要是光我的话，我就在这吃了。我走了啊，干妈。嗯，你，阿姨你们待着啊。好好好，谢谢，我们家白了，白了啊，你也白了。好的。